你喜欢听民谣吗？今晚我们由台湾音乐史中使人沉醉的民谣演出。你喜欢看电影吗？今晚我们也将电影配乐搬上舞台。对了，亲爱的嘉宾，您喜欢流行音乐吗？我也喜欢。那么我们也将歌曲带上了舞台。另外我们也有木笛独奏以及钢琴独奏的演出哦。夏夜的天空有满天的星光闪耀，而今晚北港文化中心的音乐舞会也有众多闪耀的星星们。我们安排了独奏以及合奏的演出，这是场美丽的音乐对话。节目即将开始，在节目开始前，容我们提醒您，本场音乐会开放录影，但请您将您的行动电话调成震动模式，以及不要使用闪光灯。我是马光国中第一届艺才班的毕业生杨顺凯，也是今晚的主持人。今天这场音乐会将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每一首曲目，也请各位给我多多支持与鼓励。谢谢大家。今天这场音乐会很特别，去年我们和湖尾高中合作，今年加上建国国中的合演，最重要的就是让台上这些年纪相仿的学生们互相切磋，互相学习。接下来我们先请建国国中的大家长林吉成校长为我们勉励。首先呢，感谢我们玉树临风非常帅气的司仪。那我请以我们北港在地的建国国中，那欢迎也邀请了我们今天来自我们马光国中，还有我们云林县所有各地的来与会的嘉宾，还有我们的家长，感谢你们的与会。那首先呢，我在这里要先感谢一下我们马光国中的云立斌校长，还有我们陈正义会长，还有我们王副会长，以及我们马光国中所有的师长呢，感谢你们给我们建国国中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演出的机会。那我常常在想哦，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？其实教育的目的不是只有教跟学而已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师长，我们要一起呢营造一个舞台，让我们的孩子去表演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教育的最大的目的。那很高兴呢，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这么棒的舞台，这么棒的空间，然后呢可以展演他们的一个才艺出来。我相信呢，这个不是最后一场，而是他们人生的第一场而已。将来呢，也因为这一场的表演，让我们的孩子更有信心，更能够发展，在他人生当中呢，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展演的机会。所以呢，要感谢今天所有与会的家长，你们是最棒的，你们是100分的家长。没有你的支持，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站在这个舞台上。那也看到我们非常多的学长、学姐、学弟、学妹，还有很多的师长，你们都是我们这些同学们、这些展演同学们背后呢最重要的一个力量，跟最重要的一个贵人。那今天呢，这个演出的机会呢，非常的一个珍贵。那我希望呢，我们的家长、我们的师长，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要不吝啬我们的掌声，尽量给我们的孩子。鼓掌！我相信呢，他们的演出虽然不是100分的，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，可是他们，我相信他们绝对是用了非常多的时间，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训练的。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，我们都需要非常多的资源。其实我们建国国中在105年成立我们管乐班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历届的家长会长，也感谢我们建国国中我们现任的会长，我们赖坤荣赖会长，还有我们赖夫人，我们贤汤弟哈，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。那我们建国国中呢，还有我们的后援会，我们会的会长是我们的四湖乡的乡长苏国荣苏乡长，也很感谢呢，他在我们音乐班成立的时候呢，给我们建国国中大力支持。那我们建国国中今天才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演出。那在这里，请感谢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与会的长官嘉宾，希望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圆满，而且顺利，而且非常精彩的一个音乐会。我相信这个舞台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学生的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舞台留给我们的学生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
谢校长为我们带来的美丽。首先介绍今晚的演出团队，建国国中在105年成立艺才班，今晚为我们带来演出的乐团是由建国国中2年级及3年级的音乐班学生组成，安排小组演出及团体节目，展现出建国国中多元化的音乐教育。让我们欢迎建国国中艺才班管乐团的演出。首先是由打击部带来序幕，第一首曲目《哈利波特》电影曲《大波大波》。哈利波特是英国作家 J.K. 罗琳的儿童奇幻文学系列小说，描写主角哈利波特在霍格华兹魔法学院中的生活及冒险。而其中这首电影主题曲《Double Trouble》是出自于电影《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》当中的歌曲，是由著名电影配乐家约翰·威廉斯创作，歌词则出自莎士比亚的《马克白》。乐曲在活泼的音符中夹杂些些许荒诞灵动的感受，节奏紧凑而引人入胜。在聆听乐曲演奏的同时，你不妨想象身处在霍格华兹学院，开学时外面是令人不爽的大雨，湿冷黏腻，大厅内合唱队带着他们的猫头鹰及蟾蜍唱着这首 Double Trouble， 歌曲旋律跳动性极强，仿佛带着我们一起与这悬疑的时空一起跳动。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建国国中。犹如进入霍格华兹学院，我们来到魔法的学院，魔幻、轻快、跳跃、有悬疑。然而，魔法学院此时正乘着扫把飞向天际，探索下一页的星空。
在这个音乐厅里留下音乐的魔法，剩下我们轻轻的呼吸，慢慢的呼吸。此时我们让音乐沉淀心灵，在漫长的时间里，我们要表达对曼娟老师的感谢。谢谢您总是不计较付出，替我们打点各种打击乐曲的事项，带领我们进入美妙的音乐世界里。谢谢您的指导，请来宾们将你们的感官留给我们，请你们在安静的等候中停下你们的动作，轻轻的呼吸。莫迪的演出将环绕在整个音乐厅里，轻轻的呼吸，慢慢的感受音乐之美。接下来的曲目是莫迪独奏，这首曲目由建国国中音乐班学生蔡颖炫带来的独奏曲，多耶特 A 小调莫迪奏鸣曲，编号一第一首。多耶特是英国巴洛克风格的作曲家，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奏鸣曲。今天这首编号一第一首，莫迪独奏，以时而短促轻快，时而引吭高歌，时而娓娓倾诉，来展现多耶特奏鸣曲的灵魂。这首曲目其实也经常围绕在你我的日常生活中，如电影的背景音乐、电视的广告前奏。在聆听的同时，我们也请今晚的来宾随着乐曲的沉吟起伏，一起来回想感受曾经被这样陌生又熟悉的旋律所围绕的感动。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建国国中蔡颖炫同学。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。谢谢蔡颖炫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莫迪独奏，魔法洒落莫迪的音符，
随着乐器的起伏，我们来到流行音乐的现场。但是在演出之前，我们要先请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替我们布置钢琴，请来宾们给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一个掌声。感谢他们替我们布置钢琴，让我们的魔法音符洒落在钢琴琴键上，一曲律动。来宾们，还记得当初情窦初开，内心既酸又甜的感受吗？青涩的爱恋，晶莹的滋味。我们追逐着心爱的他，想仰望阳光，配上影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影子永远追不到光。可是如果没有光，就很难看得见。接下来要演出的曲目是2017年陆剧《夏至未至》的插曲。尽管很多人没有看过这出电视剧，但是这首歌是2017年翻唱率最高的歌曲。因此，无论在哪个生活场域，总会听到不同的翻唱及演奏版本。歌曲在轻盈中带点忧郁，用淡淡的明亮节奏伴着暗恋的揪心。这首曲目的钢琴伴奏是谢家珍同学，木笛吹奏是蔡文劝同学，吉他伴奏是刘任真同学。请来宾们一起掌声鼓励欢迎他们。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些的歌手。
咦，是谁施了魔法？我看见贝多芬的身影。钢琴独奏者的演出，原先设定的曲目为自由探戈。